哎呦我的妈呀！姐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？时间没事，怎么看到？奇怪，这个像，他特别像那种拜父母那种，说跪下，哎，再见。太怪了，太怪了，没反应过来，这个太夸张了，我的。哎，这个可能，我这是史上认怂。 史上认怂最快的人啊！不是，我以为他是飞出去了，我不知道他是跪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太害怕了。 小时候老挨打，还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归这么快啊？有事先跪。太可怕了！迎接大师。